我们随性，啊，英文也可以，因为反正你们可以上字幕嘛，说不定我们 全部全程英文。你们之前有全程英文过吗？对吗？那就。就是热茶嘛，我每次碰到就是网络上面有些留言啊，让我心情有点激动或不舒服啊，我就会拿两种不同的茶包，然后把它冲在一起。那这两种只要以前没有组合过，是一种新的味道，我就可以借此而舒缓在脑里一个新的连接。可以问一下，你最近组合过的是哪两种吗？有组合过绿茶，就是一般的那种绿茶，然后还有牛蒡茶这样，喝起来就是一种很清新自然的感觉。上次有透过视讯的方式跟那个 Yuval Harari， 就是哈拉瑞，一个历史学家，有过一次对谈，那我们也聊得很尽兴。但是因为毕竟隔着荧幕嘛，没有在同一个空间的这种感觉，所以如果接下来疫情有舒缓的话，是很期待可以一起共进晚餐。理解中他也是吃素嘛，可能烧个什么香菇啊之类的，吃这样。Yeah,